你表哥啊，对，他是我的表哥。张思年，我们公平竞争吧。你想跟我竞争什么？从上学开始，你就是第一，我是第二，我也甘愿点，也没想跟你争什么。但这一次，我想和你争一争。你连自己的事儿都不会过，还跟女孩子过生日？我不会，但是你会。你倒是聪明啊。 这种事情我最拿手了，我说，你选。明叔，后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嗯。